我想等一下呢，因为这边歌曲有是不是？不是不是，歌曲里面没有，但是呢，我想让大家，因为今天有两个礼物，有在准备呢，所以呢，这个我想等一下让大家猜。但是呢，有可能大家没有听过，因为太乡下了，非常乡下。但是那边是河豚，那个河豚的咸鱼片非常有名的地方。现在大家可以开始猜，等一下我们的师傅答对了就有礼物哦。跟河豚的咸鱼片非常非常的有名。还有再一个就是这个日本现在的首相是跟我同个乡下出身的，那应该更有更明确的线索。对对，因为是最近的。在安倍首相的出生的线，对。可是看起来你很年轻，对不对？我现在25岁。25岁，那演歌基本上应该跟平常在唱歌有什么比较不一样的地方？因为我一开始唱演歌是，其实呢就是高中的时候，因为高中的时候大家一起去唱歌班，然后那个时候，因为很多歌那个最近的现代曲啊，就是那种声音很可爱的，像 AKB 就是吧那一种，对，就可爱的那一种。然后呢，我出生就声音很低，从来然后唱不上去，然后结果，我听点歌，因为那个12月31号的时候，那个日本的 NHK 有那个红白的，对。那个有唱歌的，然后很多演歌的歌手在那里唱，然后就觉得哇，他们好厉害哦，像小栗旬子啊，什么四川百合里，对，就演歌非常厉害，七七三之类的都在唱，对。所以你以前觉得很适合你的嗓音，也很喜欢。可是我非常喜欢演歌，我从以前就比较喜欢演歌。我觉得演歌的歌曲非常的怎么讲？就唱人生，唱一个人的就是欲望或者是失望，或者是开心什么的。那演歌是非常直接唱出来的，所以非常喜欢。前一首歌中间有一段好像是日语的口白，是不是？口白，就是没有歌声是用讲的。演歌其实有时候这样，但是我刚刚没事，那下一首歌等一下是为我们带来的歌曲是人一所言。